要把这个月饼弄圆，还有就是固定它的大小，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下8月15团圆嘛，就是象征着大家团团圆圆。买这么多的，正好有紧扣嘛，所以就顺便多买了一点。央视秋晚舞台真的很震撼，作为一个张家港人，我感到很自豪。今天呢，就是特意然后赶到这里来，然后呢，就是身临其境感受一下这个小桥流水。那么刚刚呢，就是我也拍了一下视频啊，那么就是说是发给家人啊、朋友啊，让他们也来感受这种气氛。